想来想去啊，我很怕麻烦到别人，尤其是怕麻烦到统一战线上的同志。其实我那个老兄弟小图这样的人一向都是大度的很呐。哎呀，现在的瓷器啊怎么都越来越不瓷实了。好吧。简单说来就一句话。请贵党为我和我身上的种子提供护送。看在山河破碎的份上，看在出了国统区的平安乐土，成千上万我们的同胞正在横遭屠戮的份上，山河破碎，死给報告します。本日3人捕らえました。よし、まだ入れるな。ここはいっぱいだ。こいつは向こうで落とさせろ。はい、行くぞ。早くしろ。早く早く歩け。早く早くしろ。早く早くしろ。舒涵，早く行け。舒涵，舒涵，早くしろ。他病了，他病了。早く。舒涵，舒涵，さっさとやれ。你要忍着，你有劲儿，你有跑的力气，你会摔跤，你只有忍着，你才能回到自己的家，回到草原去。快去，舒涵。去啊，快去，去给。爷，要是知道是这样，早就在家里粮荒米了。啥事都要嘞，对。说，先是电文，青山很会气人。我知道了。先生说，让你送他回上海。我送？是。你们怎么看？先生一向言简意赅，他说的送，又触动到你亲自上阵，自然无所不包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那老头奸诈之极，洋洋洒洒无非是挑了人的软肋下嘴，惹人生气，他好自己得利。你也觉得我是软肋吗？不，我辈精诚至忠，生进死出，死而后已，那老共党的妖言必将不攻自破。真是到了是非之地啊。你们说话都阴得发潮了，我还是喜欢大傻锅。准备一下，明天早上上路。是。
我会亲自送他去上海。是。Mizuki， 进去。 离那个伤寒病远一点，你以为刚才拖出去的是怎么死的？你乃威，何思琪先生，无论你骨子里是个什么东西，在这里你就省省吧。我们已经一样了，放开他。伤寒、刺刀、狼狗、机枪分不出红的牌的，何思琪先生。 你在两棵树可以撑过来，在这儿也可以吗？你是贵人多忘事了吧？你有钱吗？总该让你进来，那死了得了。钱老板，涂先生的死敌，若水先生的死士。你。 真是一点都不稀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见到的人太多了，见到的好玩的事儿也太多了。这就好像是狐狸追兔子，他把自己给追到了狼窝里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说狐狸掉进了狼窝里，之后呢，兔子也掉进来了。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有姓钱的。别欠不欠的了，我们现在都一样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日子真是太好过了！哎呀，有热水澡、洗肥皂也是带香味的。你说这谁还想回大傻锅呀？
服要沐浴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我说你们时光洗澡的时候也是被你们这么看着吗？时光从来不洗热水澡，也从来不许人伺候。在西北，最冷的天也是凉水。是的。哈！哎呀，真是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。这就叫小孩屁股上三把火。我说二位，这不是谁洗澡的时候都愿意被别人看着的。尤其是我这副老皮包骨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说你们年轻人，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沾上老气呀？何为老气？腐朽之气也啊。那啥叫腐朽你知道吗？比方说一个毕露百出的政体不思进取啊，却一味着靠着特务政治来恐怖打压。别说了，我们出去。我说你们年轻人怎么都不愿意听老年人说话呢？这么要紧的东西差点让水泡了。我？你给我保管好了啊，小心切记。我洗完澡就还给我啊，切记切记。老夫啊！卢三汉，把水袋拿来。干嘛你？把水袋给我！过来帮忙！给我水袋！别动！干嘛？卢三汉，你给他喂水啊！我这……钱老板，我这顶着他的肋骨尖，能一直捅进去，到心脏。我会停一下，等他大叫，我再捅破他的心脏。在他叫之前，我会割破他的声带。啊！他不会叫的。杀了他吧！为了他，我们才搞成这样。钱老板，杀了吧！不，他不像个要死的样子，我们也不像。我在这里待了几年，从没见人活着从这里出去。我们是若水先生最好的手下，多年的培训，多年的隐忍，我绝对不能像个老鼠一样在这里死掉。告诉你吧，日本人看见老鼠会尖叫一声，看见我们，他们觉得杀我们理所当然，连老鼠都不如。我宁可被他们当作探子枪毙，也不想被这样无声无息的捏死。这是战场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就是汉奸。在战场上，如果我的同胞一声没响就死了，我会说这就是命。我不信这个命。你不要笑。我为什么不能笑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笑，我就是觉得荒唐可笑。钱老板，这就好比一个人啊处心积虑地想杀另一个人，但他始终不能得手，结果藏头藏尾好几年，终有一天，哎，他发现机会来了，只要过了马路给他一刀就算完事，于是他就过马路，刚一过马路被车撞死了。哎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你说是不是命？我是来追你的，我确定你就是那个种子。至少我现在已经基本达成目的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伙的了，因为我们都有隐瞒日本人的秘密。我现在要保护你，
就是用刀和绳子来保护我。我是让你离那个伤寒病远一点。我花费了这么大代价的人，如果死在病菌而不是子弹上，我会觉得很荒唐的。搜一搜他们，看看有没有搅得天翻地覆的种子。林登，你干什么去？你觉得他身上能有种子吗？别动他，他叫树海。别动他，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他叫树海，他家乡连树都没有，他心里有海。你别动他，再喊我捅死你。没有，我也只是侥幸一下，他们毕竟被很多人已经搜过了。我认输了行吗，简老板？你放了我行吗？你别让我看着他死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简老板，你别让我看着他死。这里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什么东西？晋朝郭璞著的《山海经之海内十洲记》。你读的书多，这里面写的什么？神仙鬼怪、虚妄之说。这是个古本，咸丰年间的记本，如果不是战乱，值几个钱。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就告诉我，这个里面能不能藏共党所谓的种子。常州一名青丘在南海沉寂之地，地方各五千里，却按25万里上饶山川，及多大树，树乃有2000围者，一州之上专是林木，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。一口气你能读出几百个字吗？种子多半是以密码存在的某种信息。只管你看，海内十洲记中遍藏数字，又没有断句。如果共党真心想要在里面暗藏密码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且他要有心获敌，《山海经》这种书在旧书铺里论斤卖，他又何必费力巴巴的去找一个孤本呢？他会把真货给我们？不会，他就是有恃无恐，奥妙不在字中，全在断句。如何断句，又全在他心里，我们拿着没辙。好，那就趁他洗完澡之前，找到一个一样的译本，这个留下来，我们研究研究。不是。怎么了，时光？你要知道什么是孤本，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老家伙，那个人死了，我现在可以放了你。你能不哭哭啼啼的跑过去吗？我一定不会哭哭啼啼的，但是我一定会跑过去。你就算是个冒牌的种子，也不至于就这么急着送死吧。我知道你们俩很想杀了他，可现在真的不是时候。去吧。起来。别恨我。快点，快点，没时间恨我，好好想想明天怎么活吧。趟过不断的连声响，悲心喊冤枉，壮壮都是血泪账，壮高我的强姑娘，奔赴怀揣一本账，收来了庄子我就退堂，娘一骂我我胆量，那个夫人骂我太窝囊，小犯上怎能无挂心亡，不装糊涂我无下场。
里的灯，扛过不断的雨，连声响，天天北行喊冤枉，壮壮都是写了一张状告我的强姑娘，奔赴怀揣一本账，收来了状，都已经拍过照了，也都检查过，没有妖精的成分。如果这上面有真正的种子，那他也不会使出这么拙劣的手段。小伙子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做你们这行要有耐心的嘛。所以他心里有鬼。哎呦，孩子，你给我派那俩听差呢？没有听差的，再说他们也不听你的差。哎呀，我刚才洗澡的时候他们还伺候在我左右呢。什么？有事，我差他们出去了。啊，这可糟了，我把丁小姐的东西交给他们保管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要出大事。这孩子，你对人可真是太好了，就这么点事儿你就这么一直戳着等着，这寒气太重会伤了身子的。你们也是的，他年轻不懂事，不知道爱惜自己，你们也不知道关心他呀。你实在是荒谬之极。哎，这书不对呀。哪里不对？好大的一股药味儿。哦，一直放在我身上，我身上裹着药。嗯，不一样，不是一个味儿。别再胡搅蛮缠了，就你这份狗屁种子，只不过是你随便捡来的破烂吧。你真这么想啊？我一直努力的尽量尊重你，是因为先生称你为对手，可你现在越来越让我失望。哈哈哈！小徒没让你失望，那是因为他很会在你们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。我常常在想啊，他在给你们摆完鬼脸子之后，背过身去就会笑出声来，笑死我了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药味？你腿怎么了？抽中吗？一点都不中，只不过是被何思琪和该死的门栓摆了一刀，伤在腿上，可现在伤没了。为了追你，我把腿锯了。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了。我不恨你，我恨你们。你干扰不了我的判断，我只是想杀了你们所有的人。这我相信。这么说你一直在用一条腿追我？两条。这次无论是在上海还是西北，死的人都太多了，如果换个阵地都是对付日本人的好手。可你也是。我无所谓，门栓已经死定了，你跟何思琪也活不了多久。我会看着你们的尸体，不为仇恨，因为先生要在这件事情上画个句号。
你真的那么喜欢做这件事情吗？嗯，为了小兔的需要，把一个个活人变成尸体再打上句号。时光啊，你可是大傻锅蹦得最高跳得最欢的年轻人。谁能累瘫一匹马只是为了到红区边沿撒泡尿，说声老子到此一游。我在一棵树的时候知道了我就想笑。我想啊，小兔现在也不甘寂寞了。在他那死气沉沉的心里，也需要像你这么一个好动爱玩的家伙。我真的很讨厌你用这种亲热的口吻。你们必须成为句号，因为先生说过，效率即使命。你总是轻易的做决定，你随时愿意为小兔搭上性命，何况是一条腿呢？可没了腿，改变的是你的人生。你以前跑起来像一阵风吧，可你现在只好拄着拐杖，你恨着拐杖，你越恨拐杖就越恨我们呢。你可以回屋里去了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妄图解读我的思想。回去也睡不着的，想着我们的人要死在你的愤怒之下，再把你没了的腿算在我们的头上。我怎么能睡得着呢？想着小兔现在有了你这样的继承人，比他年轻时更甚呢。铁面无私，铁血无情，既狂热又冷静，我想着都害怕。你这样的人居然是用来对付我们的，我哪怎么能睡得着呢？那我应该去对付谁呢？你从西安事变之后就去了大沙锅，就一直没有去过日战的沦陷区吧？明天我就会去，因为我有事情要去上海，正好与你同行，有何见教？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门栓跟我说，时光其实天性醇厚善良，只是一个无心分辨善恶的孩子。如果他说的没错，那我们就一路走着，一路看着，你就会知道你该对付谁了。这个时候，门栓的尸体很有可能已经被拖回两棵树了，而同时我也明白了，你们共党所谓的洗脑，只不过就是云山雾罩的满口胡柴。就你这金刚石脑袋，洗你个头啊！云山雾罩是不是？那我就给你来一个真正的云山雾罩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日本妖精快显灵，天兵天将我来请，王母娘娘急如令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只好哭了。可现在还没到哭的时候。呜，天眼即开，我来告诉你后事如何。我这趟出来是死定了，你会跟着我到最后，你会看尽你不想看的事情，你会杀了我，尽管你心里很不想杀我。等我死了，小兔会跟你说有阴谋，其实那不是共党的阴谋，只是小兔为了除了我和若水这样的眼中钉。若是真的更好，先生做事总是这样圆满。还有然后，然后就是笑到最后的不是小兔，不是若水，不是牛，是日本人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是哭的那一群。那个时候，小兔，连小兔都会问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时光，你能否倒流？你就会这么回答，因为时光之火非是不能倒流。泄露了天机，杀了老妖，我回去睡了，睡不着也得睡，看见你就累。
你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甚至连你那个种子都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真的是假的，假的也是假的。那种子本来就是我从家里随手抄来的，以前我拿它给儿子讲故事，现在他不愿意听了，我只好给孙子讲了。全是假的。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到最后你会知道，我们是对你们最没有敌意的人。我心痛皖南死的几千人，是中国人都有的心痛。我甚至心痛在我方被迫抵抗时你方死的士兵，他们本来都应该去打鬼子的。所以当屠先生一系被日本人灭掉时，我一样也会心痛的。对了，山河破碎是你们最爱拿来给国人洗脑的四个字。原来你心里还有山河破碎四个字啊。听够了吗？是。给先生回电。怎么说？目标声称没有敌意，但是他说日本人有阴谋。进去，把他抬走。鬼子拖完死人就拖活人，一会儿希望你识相一点，离远点，因为从这里拖走的人没有活着回来的，他们不给吃的，不给喝的，到最后我们都是个死。不过看在种子的份上，我希望你能是最后一个。你先死，我最后死。死到临头了就别再徒争口舌了。杰哥吧，记住，一会儿一定要躲日本兵远一点。起哄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报头！等一下！太君，太君请。嗯。太君，这个。嗯。您，太君，这个走，别看他，最后别让他悬赏，我不想死在一个汉奸的手里。这个带走，走，快走。钱老板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你一定纳闷吧，缩在这么个角落里也能被我找到。哎，没想明白吧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时光向你问好呢。哎，别动，干什么？别冲动，放下，放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冲动嘛。啊，这只是派系之争，又不是卖国，
我给日本人的情报也只是说你是一个走私犯。你要是不想这样委屈的死，可以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吗？哎，别动。这样我们也能很高兴地向上峰呈报。哼，若水先生的人是卖国求荣。忍着点就对了，即使被我点到也不一定会死，但是很够劲儿，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够劲儿。太君，太君，这儿还有三个人。你还有他，还有他，走，快走，把他带走。起来，走，过来。过来，这边，过来，走，走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先生回电。回电？回什么电？昨天晚上给先生回的电，目标声称他没有敌意，日本人有阴谋。哦，念。愚蠢，共党的存在就是敌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先生说你愚蠢，共党只要还活着就对我们构成威胁，有没有敌意都一样。你把我的话发生什么意思了？我什么时候说共党没有敌意？我只是说目标声称，我会愚蠢到相信共党的善意吗？可笑。还有最后一句，目标声称日本人有阴谋，先生为什么不回？都是照着你的原话发的。如果你说可笑，目标声称他没有敌意，我们就会在前面加上一个可笑。可是你没说呀。先生的意思也许是共党连声称敌意的权利都没有，他们从一出生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先生一向的态度你是知道的，他如果发现一个婴儿将会成为共党，他就会在这个婴儿满月之前杀了他。先生说这就是他对共党的态度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回应日本人的阴谋，先生的思虑岂是我们能够企及的。滚吧，准备出发。回电吗？不回。共党找到我们，说他是我们的朋友，可你们却告诉我，他们是我们一生一世的死敌，还要我假装他们是朋友。我讨厌这样的游戏。我在大砂锅待得太久了，这里人多，太挤。这是回电吗？说了不回。给先生回电，告诉先生，我知道这个老共党是一个可以把我抽了筋扒了皮的死敌，我会跟他同进同出，同吃同宿，甚至同上一个茅坑。茅坑二字是否商榷一下？先生讨厌粗口。吃喝拉撒不是粗口。叫人来给我带装备，全都带上。当然，全都带上。和我们同车的这个老共党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死敌。
今日は何人だ？23人。じゃあ今日この道の時代撤去はできるな。今日は奴らの命でタバコをかけようぜ。受けてたぞ。这到底是干什么？琳达，你在日战区待过，应该能听懂几句日语啊。起来，走，快走，快快点，快点，快去，走走。鬼子真是太狠了，他们不会回来了。快走，快过去，过去。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我他娘的知道我不得好死，但没想到能摊上这么个死法。琳达，好好说话。这里是交通干道，他们共党游击队的人在这里布了地雷，而日本人每天把我们这帮子无关轻重的犯人压过来踩地雷，晚上呢，这帮搞游击的再把雷布上，可是日本人会抓来更多的犯人踩地雷。快走，别走！お前どっちが死ぬのにかける？俺はこいつ、お前は？俺やつにかけるぜ。他们在打赌，知道多大的赌注吗？一条人命，两根纸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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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一点。今度は二人とも死ぬにかける。お前が勝ったらお前のだ。快！他们说必须把竹竿捡起来，因为预备了好多人，可只有两根竹竿。为啥只有两根竹竿呢？因为他们预备了好多人，他们怕浪费他们的竹竿，所以只有两根。好了，只有两根。林导，不说了。我不想我的命。好了，还不抵一根竹竿。老子杀人的时候，你还包着一泡屎满地爬呢，小子。捡起来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的小床气发完了，你还是把嘴闭上吧。孩子，天下人的嘴不会因为你说了这两个字都因此闭上，如其任性，还不如学会理解。
天下人的嘴又关你屁事？共党就爱扯虎皮做大旗。是啊是啊，天下人的嘴又关你什么屁事呢？又何必抛头颅洒热血的帮着涂先生做让天下人都闭嘴的无尽事业呢？停车！我总该知道我们现在去哪儿吧？前面就是沦陷区，我不打算休息，所以几个司机轮着来，日夜兼程，直入上海。好，好。我们现在可是在一条船上，哦不，在一辆车上。哎，时光同志，谁是你的同志？哎呀，反正我把命都已经交给你了，都同命了，通知一下又有何妨啊？同命也无需同志。好好好，孩子，前面就是鬼子关卡，由日伪军把守，咱们怎么过呀？这么过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这么死。听好了，你不是石头滚子，你也不是个普通的百姓，你知道地雷是怎么回事？注意你的脚下，用好你的竹竿。林德，我都是先生最好的手下。来来来，下一个，快，快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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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进去。这是先生的权力之争，为什么不是他来踩这个鬼雷？我不会当汉奸的。苍天护佑，力度百恶呀！啊！新的。放心，要父皇权了，路上也没个好伴儿。彼此彼此。不过你要想活命，那就听我的。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快点，快！快点，快快点，快走！快！今度こそお前には負けないぞ。絶対に一度勝ってやる。もし彼らが生きてたら、お前に日本やら。この二人が死ななきゃな。你说吧，哪怕能废他们两根烟也好。好，你听好了，踩到松动的土。千万别动，看好了每一个落脚点，
最重要的是，这哪是一两句话就能教会的呀？把杆给我。啊。你给我的杆儿比你的长很多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既然你说汉奸不是好东西，那我死你活又有何妨？好，父皇权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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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大哥，なんでまだ動く？ずぶといな。なんで動くんだ？上面写的什么意思？前面有地雷。你们的人只会打游击，还总是搞这些隔靴搔痒的事情。隔靴搔痒也能牵制在沦陷区的百万日军。而且这条路上运送的物资就是给那些正与贵方对峙的日军的，让鬼子断了弹药粮草，那贵方大军出击定是雷霆万军，联合抗战嘛。啊，真可惜呀、啊、本来应该是炸鬼子的雷、啊，难道把你我炸死了就不可惜吗？都可惜。早晚的事儿，早和晚不是一回事。能看一下你那个神通广大让日伪军都俯首帖耳的玩意儿吗？不能。总得让我知道你现在开始叫什么吧，总不能到了沦陷区我还叫你时光吧？你不是一直叫我孩子吗？这么说你同意了？涂墨，你这新名字真怪。是新身份，鬼子派的良民证罢了。可良民证分三六九等，涂墨的是顶级良民。跟日本人通力合作的商人，手眼通天，资本雄厚，是爱国人士的眼中钉。可涂墨何解？道路的意思，难道小涂还没有给你选择好道路？关你屁事啊！哎呀，我只是觉得你用涂墨的身份这样招摇过市，对咱们这些活动在地下的人来说，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你太不了解我们的实力了。我要想出行，绝不会像你们一样。你不知道我们在所谓黄协军里的实力吗？他们要想拿我们开刀，自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我们的人留一滴血，他们就要躺十个人。你可以不信。嗯，我信。小兔本来就是一个扩张实力的奇才，他的地下王国还在27年，
就让我们全武还手之力了。地下就地下，地上被日本人占着，地面下我们为王。こいつら本当にずぶといな。二つも爆発したのに。听说连续的爆炸冲击波会让人的心脏爆裂而死。可是你我不用着急。你怎么说的我跃跃欲试呢？不，别动。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你们的种子藏在哪儿了？别让我死不瞑目好吗？都要死了，没必要跟你讲假话。我真是一个假种子，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。看来生在这个年头的人只有瞪着眼睛死了。你知道什么是鬼子吗？什么？就是胆小鬼的孙子，简称鬼子。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做大，可是后来我们给他们来了几个黑色星期五、一周血祭什么的，马上就老实了。从此之后再有什么计划必须向我们汇报，就这点本事。可那也只是在地下，在地下是没人玩得过涂先生十几年打下的根基。可日本人他真甘心那么老实吗？他们害怕抢衡，可惜啊，这个国家掌握在一群窝囊废手里，如果交给涂先生，他一定会让这些鬼子知道什么叫抢衡。可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？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，那你就成了小徒了。我知道做小徒你之所愿。你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？苦力罢了。以我有限的情报，游击队为了破坏日本人的运输，在这一带布了雷。日本人每天就拉一批中国人来这里踩雷。你们回来吧，回来吧，都回来，回来，回来吧，回来，回来吧。难道他们舍不得我们滚雷了？我们走过雷区了，我们今天不用死了。若是我，我会布上比这爆炸力强十倍、百倍的雷。你真这么想？我心甚慰。哟西意思。
石头，哎来哎来，哎，哎呀石头，哎来。三郎，三郎，李德安呢？死了，怎么死的？日本人留着我们去踩本该他们踩的地雷，我就会是活活流血流死的。你的腿怎么回事？股动脉打穿了，不看我都知道。或者说，我是因为一根羊骨头死的。不，或者说，我是因为不去碰日本人啃剩下的骨头死的。为了你一直念叨的自尊，不做汉奸，我不要这样死，我不要这样死，我要去跟他们说，我要去跟他们说，我要去跟他们说，回来，我要去跟他们说。你什么都不能说，说了你就是汉奸，你不能夸，你不能夸，知道吗？不能夸，不夸我就死了。我去你妈的！我自己的死活由我自己说了算，我自己说了算。我是国军情报人员，我有你们想知道的。我是情报人员，我有你们想知道的。何をやってる？構うな、奴らのやってることだ。三郎、依我是先生的死士，你是我最好的同僚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你是不愿意这样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想这样死。你得扛住了，人都已经这样死了，我们就不能再等死了。你挂了，什么都完蛋了。今天，在我被进进出出压着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你身后的这面墙，就是这面墙，是悬崖，没有当兵的，出不去，能出去，哪儿都出不去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这里，来看着这儿，看着，把这儿挖通了，就从悬崖上摔下去了，就能跑了。我们得离开这儿。石头，我画错了，稍微差了几公分，我换个地方就好。孩子，腿疼就把那假腿卸下来。我想，不该带着那东西睡觉的。不用。
坐在车上也不用推，现在你需要的是休息。不用。别在一个老头子面前不好意思吗？你别当我是共党，只当我是老头子。你知道这个老头子已经老到了什么地步吗？经常尿尿洒在自己的鞋面上，你还要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不好意思？闭上你这张臭嘴。哎呀，太粗暴了，孩子。幸亏你还不暴虐。我现在可以虐给你看。哎呀，那是以后的事儿了，现在还是睡吧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应该把我安排在那辆车上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后座上躺下了。你是不是希望我把你安排在别的车上？哈，我还就是爱跟你说话。来，哎呀，把头搁这儿，这样就可以睡得舒展一点。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哎呀，这严重了吧？难道你跟你最敬爱的涂先生一起出行，山高水远，人困马乏的，就不能这样歇息一下？别再跟我说对先生不敬的话，别他妈的再踢我那条腿！同甘共苦，相濡以沫，又有什么不敬的？人之常情嘛。你敬爱的涂先生是个人吧？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，不是妖，不是神，是人呐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这孩子呀，总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可都是凡人，你不睡，我可以睡了吧？可以。好好，谢谢孩子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睡相可不大好看。闭嘴！你说，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？不知道。是家。之前你来过沦陷区吗？没有，这回算长了见识，长了这辈子们不该有的见识。我也没来过。日本人打来的时候，我还在西北做我的钱老板。即使我的家就在上海，那里有我的老婆孩子，我也有个儿子这么大，四岁了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干我们这行的最好不要见他们。我听说日本人狠，这次我知道他们到底有多狠了。我很担心他们娘俩呀。不，钱老板，你得这么想，上海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你想啊，日本人总得在各国的族群面前怎么着也得冒充一个文明人，对吧？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吧。谢谢你。你很会安慰人。其实我的代号真叫小倩，因为我善于忍，忍其他人，忍看之人。我看得出来，我知道你很能忍，你甚至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机敏都能忍。不过还有一个人也很能忍，你就譬如说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提醒。
我想跟你做笔交易，何先生。啊，或者是管他什么先生。还是等我攒到了本钱再说吧。你我现在都是一文不名。不用挖苦我，你只要听就好。其实我们对种子并不看重，涂先生想要的是为了想摧毁你们，而若水先生对付涂先生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再去惹你们公道。既然不重要，你钱老板何必要做到这里？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是涂先生想要的，凡是涂先生想要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他拿到。你知道涂先生这几年把我们逼到什么程度吗？其实不比你们共产党好多少，这回把我们搞到横尸街头，没死也活不了几天了。涂先生这个人不求和解，他只要绝对的权利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杀了涂先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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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知道。好吧，总之我们弱水一系愿意和你们和平相处，可涂先生的步步紧逼让我们步履艰难，如果再没有东西扳回一局，那弱水先生就有性命之忧。总部对你们的种子一直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就动手了。